Hello， 大家晚安，先吃个饭。播个音乐。Hello。晚安。番茄头回归，今天这个是比较橘红色的番茄。新发色很好看，对，新发色是红色带点橘。圣诞厅你没有买，你还敢说脱影？对，我今天活动，今天我穿林一的圣诞 T， 因为我跟他说我非常抱歉没办法去主持他的生日会，所以我一定要穿一下他的生日 T， 以表我的歉意。对 ，Hello， 我相信你吗？我不相信你 ，Hoin，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我觉得来看直播的大家应该没有人敢不买。圣诞题的部分，对。晚安杨叔，歉意是这样用吗？没有啊，我穿他圣诞题以表我对他生日会就是想参与的心情。对。Hello 阿顺，晚安 Geek， 我今天吃咖喱鸡肉饭。对。Hello 杨公公。好多、哦、，Hello 严婷，把姿态柔顺，对啊，希望他可以一直好好的维持下去，这样。其实现在还有点看不习惯，我看那个，对爸爸买的，有点像一丹，这颜色没有像乌红那时候这么红，因为它其实有一点橘红棕，就是红棕带点橘，对。比较没有像乌红那样子，乌红是正红色这样。怎么那么难搅拌？我自己满意这发色，我觉得还不错啊。只是我对我自己剪头发这件事还有一点不习惯，就我都，比如说我看到那个表演影片，我说我头发也太红了吧这样子。对，现在还有一点还没习惯过来，但我是蛮喜欢的。对啊。谢谢后影的真情告白，你们喜欢吗？晚安吧，嘿，有点像一丹，嗯，一丹比较棕，嗯，因为现在绑起来，其实。放下来还蛮红的、啊，下面比较偏红一点，就红棕色这样。对 ，Hello 豆芽先生，我的妹妹突然加入乐天女孩，也不算突然啦，她就是报名了乐天女孩的甄选。对，晚安金钟，满足，很刚好满足两种需求。谢谢 Derek 的情人节会员票。林一跟我说，我那时候问林雨欣说，你觉得我要染什么颜色？然后林雨欣就跟我说，你染浅一点的啦，这样子你没有绑头发的时候，看起来比较有造型。对。但是我其实这次本来就想说要染明显一点的颜色，因为我上一段时间都是比较深色的头发，对。谢谢天主主持这个浪漫玫瑰。听发型师没错，果然要听发型师的意见。
郑源的学霸，谢谢洛克的真情告白，晚安，谢谢奇威的梦幻泡泡，我绑起来很好看，不错啊，我最近蛮常绑马尾的、啊，因为绑马尾就是比较简单好整理。谢谢 Derek 的小辣椒去夏威夷。范懒会被淋吗？他还说你干嘛这样子？晚安。谢谢草莓奖的情人节选票。但我很，其实我蛮讶异你们竟然会喜欢。什么时候业配三月三鞋？快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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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我蛮讶异你们会喜欢剪头发，因为我印象里面你们不是都喜欢黑发吗？你们不是都蛮喜欢黑，你们不是都喜欢黑色头发？还是我的印象是错的？我以为你们都喜欢黑长直，结果你们还是我已经错过了那个黑长直的年纪了。你都可以。其他业配，三月很强，三月很强啊。但是三月的很强，但是我觉得我就是那样子，对，中规中矩，比较中规中矩。好、啊，可能稍微努力性感这样子。头发剪了多少？没有剪很多、欸，就把那个发质真的很差的，就把它剪掉。对，没有剪很多啊。那到对，嗯，谢谢小易，谢谢伟哥的真情告白。Hello， 阿鹏鹏，这是我的麻辣火锅，那不是麻辣火锅，那是汕头沙茶火锅，那是高雄的火锅。哎，那家好蛮好吃的，其实，嗯，我们昨天去吃那个汕头火锅。我觉得汕头火锅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汕头火锅不是有加沙茶吗？其实我平常是我喜欢喝沙茶的汤跟沙茶炒面炒饭，但是其实我不太吃沙茶酱，因为沙茶酱热量很高。但是我昨天吃它的沙茶酱，我觉得它的沙茶酱还蛮不错的，就感觉是好像可能跟外面有一点不一样。感觉是可能是他自己做的沙茶酱，对，百搭真的。我们就去高雄就吃这个，我也不知道高雄有什么食物了，在高雄突然间就不知道吃什么这样。Hello， 回回。法式百搭 ，Hello 大黑，今天是去宣传，谢谢谢谢勇哥的甜蜜爱心，今天是去宣传那个三旗生招募，嗯，我们在高雄有待超过一天吗？应该没有待超过一天，快闪高雄，对，我们快闪高雄，有唱歌吗？有表演两首歌，对，有表演两首歌曲。你说一个你不爱吃火锅，牛奶锅，我不吃牛奶锅，还有羊肉炉我也不吃，羊肉炉跟牛奶锅我都不吃。有学生已经报名了吗？我不知道哎，这个要问一下。这个要问一下姐姐哦，香茅菇我也不吃啊，香茅菇我也不吃。泰式火锅，我眼里没有泰式火锅，我从来没有吃过泰式火锅，有泰式火锅吗？对，我不爱羊肉，领养真的太好了。我在学校看到原食吗？现在很难的、欸，因为现在
因为现在的学生他们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谢谢北原的专业直播间，他们都戴着口罩，所以其实有点看不出来他们长什么样子。对啊，现在就是人与人的距离稍微比较遥远一点，但是去校园里面就觉得很青春的，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啊，有一种很青春的感觉。虽然就是想到有上课下课还是会有点烦躁。对，谢谢伊等开通一个月的粉丝团，你也觉得我是有料偶像，真是太谢谢你了。学校里有你的粉丝，我不知道，其实我们待很短的时间，我们其实去差不多一个小时多我们就走了。对啊，因为我们主要是现在学校其实管制比较严格一点，然后我们其实也就宣传，就是我们是有点像是表演歌曲，然后分享一些我们招募的东西，对，还有回忆，然后不是招会，是那种，那种某一堂课。某一堂课只规划去一间学校吗？没有之后还会有去别的学校宣传。对，之后陆续会去别的学校宣传，然后也是每个成员就是这样看看能不能每个成员就可能都会轮到这样子。对，之后还会去其他学校宣传，会之后还有去其他学校宣传的机会。Hello 星盈，有拿起来用吗？汤姆猫的地毯没有啊，我都舍不得用，现在放在沙发上，对，放在沙发上舍不得踩。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Cookie 也不爱那个，没有顺便做什么是吗？因为时间抓的比较紧，所以其实就吃个汕头火锅，然后因为汕头火锅附近有那个美丽岛站，就去看了一下美丽岛站，然后就再走走，路上走走就回去了，就回去饭店休息。因为其实很早，我们是第一堂课，所以我们是9点的时候开始分享。然后阿轩在树德 ，Hello 阿轩，谢谢贴班打的学生证，然后那个9点就超早，就是一个很早的感觉，就是很久没有，几乎很少这么早就开始表演的，你知道吗？因为通常表演都是晚上。对，我的刘海掉下来了。对，超早，瞬间觉得就是要想办法让自己就是醒来，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学生好辛苦就是很早就去学校，真的很辛苦。然后我们9点去上第一堂课的时间，然后上到10点，然后我们就结束了，然后就我们要干嘛？然后我们就去吃个东西这样子。对，太早会锁喉。对啊。我7点起床呢 ，No， 我还要化妆、弄头发、弄头发。我可是五点多、5:40、5:50就起床了。对啊，我可是5:50就起床了呢，很早就开始在那个当偶像。谢谢小文的学渣。大学应该比较难吧，主要应该是会高中吧。对啊，主要不知道这个要看之后的公司的安排，我也不太清楚。在车上真的超级睡死大睡死，没有一个人是醒的。然后大家就一直狂睡猛睡，睡到饱，超累。因为其实我们超早起床，真的超早，而且我们前一天也蛮晚睡的。对，我们前一天也算晚睡。哇，谢谢吉米真的梦幻艳华，谢谢吉米真的梦幻艳华。
没有开灯没关系，谢谢吉米粥。Hello 甜甜，对，又没电，没关系，爱地球，对。减碳，减碳，嗯，嗯，像我们这次去的话，主要是去他们的，主要是谢谢 Sam 的梦幻泡泡，主要是针对那个表演艺术课的学生进行就是分享，对啊，因为表演艺术课的学生，他们肯定就是上的课内容也都是这些啊，就是他们以后可能也是想走这一块的，对。谢谢阿轩的告白气球，阿轩赶快问你同学要不要报名啊！大家赶快问周围的人要不要报名。嗯，朝着这方面努力。对，我餐饮科哦，你是餐饮科的。我看到那个，对，我这台不会开灯，树德很大哎，树德还有实习哦，我不是害我去树德。我都以为我是不是来到大学，因为树德超大的，对对，针对客群，针对客群投放广告，类似，对。毕业后要做什么？还没想到哎，你帮我想一下。谢谢杨公公的浪漫玫瑰。你外甥女还没长大，可能要再等一下，就是可能在几年之后，六七生。六七升左右，对。我是刚回家吗？对啊，我刚回家。嗯，南部效力就特别大，真的哎，树德超大的。我就想说，我以前的学校都没那么大。嗯，谢谢冠德的真情告白。我觉得树德的学生，因为树德好像有一个很强的校名。什么树德什么什么家商什么什么家事什么什么，有一个很长的树名。然后我觉得树德的学生还蛮热情的，其实他们蛮好，因为我们本来想说那么早学生会不会就是很累啊，很想睡觉啊，还没醒来啊，可是他们其实蛮热情的，就是蛮嗨的，对，就还不错。然后想说，哎，果然是学生，很青春。今天买到 Daisy 公文票，恭喜玉珍！里面有后山跟坟墓，也太可怕了。学生能看表演都会很嗨吗？真的吗？我不知道，因为我也很久没当学生了。是高中，是树德高中，对。然后，因为其实我很久没当学生，所以我有点难以揣摩那个学生的心情。对啊，我都不知道现在学生在想什么。我们是去树德家商，对。噔噔噔。伊登还是学生，超年轻。对，不用上课还要表演看大人嗨，这么说好像也是吼。看三个女生在台上分享，这样应该都在想睡觉。没有，其实他们还蛮嗨的，对。没有人喊大胸膛。今年毕业典礼有机会请到提名，哎，谢谢家居的梦幻烟火，谢谢家居的梦幻烟火，没关系，没开的没关系，谢谢家居的梦幻烟火 ，Hello Gilbert， 对，爱地球，嗯。我们有拍一个那个关灯影片，你没有看吗？就是那个叫什么关灯一小时，是不是？你没有看到那则贴文吗？那个我们带着手电筒这样响应活动，对，我们带着手电筒然后关灯。我们本直播台也是非常呼应这个响应这个活动，响应这个活动，关灯爱地球，公演要关灯，公演关灯，怎么跳？靠你们的荧光棒，嗯，对，我们这台其实是在响应活动，我们是从现在就开始响应活动，没有，我们应该是打从那个开台以来就在响应活动，直播响应有没有？非常的支持各种活动。
阿罗汉，好吧。是他手灯，忙还丢彩蛋，然后看谁捡到有没有，这样丢出去，然后你也不知道你捡到谁的，然后开灯的那一瞬间，哦，好像什么相亲游戏还是什么配对游戏哦，开灯的一瞬间，你才会知道你拿到谁的彩蛋，天啊，好梦幻，全年开灯，哎，真的，你要不要关一下？爱地球啊，爱地球，爱地球，嗯。但我是一个睡觉其实还是要有一点电灯的人，嗯，没办法，对啊。结果拉到别人的包包，有可能，哎，就拉到是旁边的手，看不到有没有彩带抛过来，你就被打到，你就知道有彩带抛过来了，对。你是有没有都能睡？那你很厉害。我的话，每次都要我关灯，因为它离开关比较近啊。Hello 北原，是不是离开关比较近？是不是就是要去关灯？对，我睡觉时会开小灯，我不太习惯叫什么全黑。对，两个观众互拉，很有可能拉到彼此的衣服什么的。对，欸，我买了这个茶的魔手的饮料，但是我觉得，欸，你们这边有没有那个南部人？就是我们就想说，欸，我们来南部，我们走之前要买一下茶的魔手，然后结果茶的魔手也太多那个品项了吧？谢谢浪迹天涯，谢谢修者的梦幻泡泡，然后茶的魔手的饮料品项很太多，根本不知道要选哪一个。然后我点一分糖，还像半糖，对，下午两点买，哎，差不多，哦，他没有写时间，但我差不多是那个时间，没有啦，下午两点我已经在车上了，我大概是一点买的吧，对，我真的很难选不出来，因为多少钱？45块，这样45块，那么不是你知道？我觉得那个品项真的太多了，然后因为我又不太知道这间饮料店的感觉是什么，然后而且就是这间饮料店它卖的饮料都不是平常饮料店会有的饮料，就是什么青梅青，什么翠梅青，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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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楂乌龙什么的，对，我们也是查资料，也是超多人推荐山楂乌龙，谢谢冠德的偷偷喜欢你，然后我们在那边，我们在茶魔前面站超久，就是想超久，最后我选了波霸伯爵奶茶，然后他们就在旁边说，你为什么要来茶魔喝波霸伯爵奶茶呢？这么感觉就是很普通，因为其实茶魔有很多很特别的饮料嘛，结果我点了一个就是很普通的饮料，没有，你知道，因为我就突然很想吃珍珠，就是我突然很想吃波霸珍珠，然后我又不知道其他到底要点什么，而且我又很怕点到我不喜欢喝的，然后我会很浪费，对，所以我最后我就点了波霸伯爵奶茶。他们点什么？林向龙点那个山楂乌龙吧，然后廖晓晴好像点什么蓝莓冻奶茶，就是它有一个很酷，它有一个蓝莓冻，超酷的，其实蓝莓冻，嗯，好像是这样子，嗯。对，我是无趣的人，查半天没有啊，我查半天就是有看到有人推荐他的伯爵茶，然后我们就想说，哎，我其实也蛮喜欢喝伯爵茶，那有人推荐他的伯爵茶，那我就选伯爵奶茶，对，蓝莓冻，对，其实还蛮特别的，我有喝一口，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刘晓晴点无糖哦，然后还是蛮甜，然后那个蓝莓冻是甜的，对。哦，我没有请饮料，我是请午餐，我请大家吃午餐，对。那你们南部人平常会喝茶魔吗？请问大家，你们是怎么念它？茶的魔手吗？
还是什么查勒摩什么午餐是什么午餐，我们就随便吃了一家，那个也不是随便啦，因为我们想不到要吃什么，然后我们就问了计程车司机，计程车司机就推荐我们一家鱼汤，鱼汤跟那个饺库饭的店，然后我们就去吃，然后发现他的鱼汤真的蛮好喝的。对，你都喝午餐哦，你们都说写茶魔，不会叫茶的魔手，他点的比我好喝吗？我觉得都行啊，我觉得我的也没有不好喝啊，我觉得我的也蛮好喝的。你们不会叫茶的魔手，你们会叫茶魔。晚安玉，家乡附近吗？我不知道哎，我都上车就，我也不太知道，我就是只是上车，你知道的，对。有什么叫？不知道啊。我第一个直觉就是茶的魔手，茶的，你们通常叫 IKEA 哦，原来是，我也叫 IKEA， 对，对啊，我是茶的魔手啊，我这直觉就是茶的魔手，对。我发现好像每个地方都还是有每个地方，有些地方发展起来的饮料店，像是嘉义是不是有那个什么玉什么香还是什么？我忘记了，玉什么什么的，嘉义的，对，茶的魔手，台北没有，台北买不到茶的魔手，大家，对，台北买不到哦，很特别吧？我最喜欢的饮料店是哪家？哦，玉香屋，谢谢幽默力续费一个月。我最喜欢饮料店是哪一家？很难选呢，我选不出来，抱歉大家，这题太难了，我选不出来，我先 pass。这题对我来说太难了，太艰难了，我选不出来。对，而且你知道我又是一个会买，我又是一个几乎每天都出门就会买饮料的人，可是我真的觉得，因为我可以一直。我每天都会买嘛，所以我可以一直换店。那当然，如果要看我去哪里工作啊，如果是公司，可能就是公司附近的饮料店，对。然后，可是我觉得，虽然我每天都买饮料，但是其实我饮料都喝超满，就是我饮料都可以喝一整天，对吧？而且有时候还会超过一天，我会喝两天，对。我有时候会喝两天，喝不完会喝两天。这杯我会今天喝不完，有可能，可是这杯有珍珠，所以喝不完也不能留下来，就是不然它珍珠会坏掉。对 ，Hello 微微，我们去高雄住旅馆嘛，然后我们就在说，好久没有这样子的生活体验，就是有一种啊，好开心！就是你光是去住旅馆，你就很开心，有没有？有一种出游的感觉，就太久没有出游的感觉了，你们懂吗？因为大家不是因为疫情嘛，就一直待在家。对，即便我们明明就是很晚才到，然后就只是去入住个旅馆，然后吃个晚餐，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哦，好开心哦，就。住在外面，不是那个出游，是出去玩的出游。对，啊，南部也蛮热，也是会出游啦。对，但是我觉得高雄的天气其实蛮舒服的，就是小青有拍花絮吗？他有拍，可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发请大家敬请期待。对，请大家敬请期待。谢谢冠德的眼睛夜当中，我们没有玩疯啦，因为我们隔天要超早起来，所以。而且我们吃完饭也有点晚了，然后我们还准备了一下隔天的东西那些的，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玩什么，就是我们就因为没什么时间睡觉，对，那是因为冬天哦，舒服就是现在是不是哦？我爆料他的 vlog 没有啊，我说他有拍东西，可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发，对，我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发。哈喽杨明葛兆恩，你要去拍 MV，
没有啊，我们要去拍 MV， 我是去宣传。对啊，宣传完就回台北嘛。宣传完之后有去吃个饭，然后再回台北。对，对啊，出去住饭店是很快乐的一件事，莫名有种出去玩的感觉。我自己有拍东西吗？我没拍、欸。刘小晴在，就交给刘小晴拍。谢谢罐头的掌声鼓励。有送什么周边跟海报吗？有送三崎生的招募 DM， 上面有 QR code 可以扫一下，可以直通报名的地方。大家要，我们这次呢，主要就是去宣传三崎生招募，其实主要是放在招募上面，所以其实没有再宣传一些其他东西，主要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招募到更多棒棒的女孩加入我们团体。对啊，直通梦想。谢谢米酒续费一个月。对对，够招募子的。Hello 乔达叔 ，Hello 开心，就是大家也可以走，就是看看周围啊，有没有什么很棒的人可以来加入这个团体，跟我们一起啪啪打拼。男生不行吗？男生不行哦，可能要下一辈子。对。谢谢阿轩续费一个月，谢谢阿轩续费一个月。要亲个三崎生吗？没有啦，我没有这个权限啦。对啊，我没有这个权限。有吃丹丹吗？没有，我们没有吃丹丹。对，我没有吃丹丹。女主持生日会里面那件是年历给我们，对，他们是同一件，但是我用了另，我加了一个背心，变成另一种穿法。对，两个不同的感觉。对，短暂一秒就崩落，乔达叔没有哎、欸，我们算是快闪行程，我们活动范围其实是蛮小的。对，我不是三期的评审啦，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不是三期的评审。嗯 ，Hello 小新，我拍了三 T 明信片造型吗？我拍了哎、欸，我已经拍完了。对，我有机会电三体生吗？我也不知道哎、欸，而且我也不会电他们啦、啊，我也不会电他们，好吧？我是很非常和蔼可亲的，我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人。谢谢圆滚滚的风月。谢谢冠德的梦幻泡泡 ，Hello 吉米周，谢谢员工们的放月。对啊，我明明就是很温柔的人。新法社之后还没有，新法社之前就拍完。其实我本来是想说，要拼一下，看能不能在新法社之后拍，可是因为我预约那个染头发的时间，就是还要配合设计师的时间，所以就没办法调到在明星拍明信片之前拍，所以明信片的就是深法社。对，但之后的东西就是浅法社了。对，也是有各式各样的我。嗯，对啊，就那时候还是发质不好的我，请大家多多包涵。金发是很适合你，谢谢庆恒。晚安卡卡。哦对，下周一有浪梦成真。嗯，那是黑眼圈，没有，我要打亮亮的。可是也有黑眼圈，不排除有黑眼圈。是图是是比较少的打满 T 吗？没有哎、欸，他们我们是穿那个正确的。对，晚安晴瑞，我来吃 7-Eleven 咖喱饭吗？不是，我吃我爸爸买的咖喱饭。
哦，洋葱抽到了吗？洋葱抽到浪梦了吗？浪梦见，就是浪梦是在白色情人节，对。我黑眼圈这辈子消不掉。对啊，其实我黑眼圈很容易很重哎、欸。等一下、啊，换一首歌。嗯，谢谢评论。背三百有机会吗？嗯，背三百应该可能后年有机会。嗯。阿姨发生是爸爸冷门选择，因为爸爸今天路线比较特别吧？对啊，爸爸今天去比较特别的地方，而且我等一下还有鲜草冰可以吃哦，很棒很棒，我还有鲜草冰可以吃。Marshall 贝伊，贝伊搞不好有机会，对，贝伊搞不好有机会。晚安建成，晚安克里斯。今天没有糖，今天只有甜点。今天没有糖，因为我喜欢吃鲜草冰。对了，今天吃比较多，好不好？放肆一下。对，爸爸买的。我哪有不用控制体重？我有在控制体重，好吧？我就只有今天特别而已，对，我只有今日放纵。你把洋葱绑住，哎、欸，林果说的有道理耶。马修要上，马修上，先把洋葱绑住。对，抓住洋葱。Hello， 日红。没有，虽然我没有这样想，好不好？我还有毕业演唱会，我要好好的，就是保持自己的身材，好吗？大家，我在控制自己胖点，没有，我也不想我变胖啊，我希望我现在就，我希望可以维持，我希望可以维持现在这个，对，现在希望可维持。Hello， 小卷毛，今天妹妹没有直播。对啊，今天他，哎，他今天没有直播。对，他今天没有直播，我不知道哎。他晚上没有直播啦，对。但是我不知道他早上有没有直播，因为我没有在家。对。现在多重？现在我很久没量体重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现在多重。哦，对，妹妹今天有上影片，对，她今天有上片。他今天没有要来宣传影片吗？可能没有哎、欸，他今天休息，他可能累了。对，你们不要被数字欺骗了好吗？我告诉你们，数字都是个浮云，真正是看起来怎么样才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有时候肌肉其实比较重，好不好？其实，所以呢，你们不要觉得就是哎，要量体重要看数字，这是不正确的。对，他最近太累。对啊，他最近要准备那个练舞练习。对，哎，我刚刚说的是真的是事实哦，数字真的是表面。因为呢，其实像有些。就是有在健身的人啊，他们其实体态是很好的，但是因为他们的肌肉比较多比较重，那肌肉比较重的话呢，就是数字就会比较大，因为肌肉是比脂肪还要重的，对，是最重要体脂肪比例，没错，其实可以看有些人呢、啊、看起来很瘦有没有，但他其实他身上都是体脂肪，他身上都是脂肪，对，这样反而不好，这样其实是不健康的，对。对，身材是用看，不是用量的。志玲哥说的对，不会肌肉吗？我有啊，我当然有肌肉啊，我是肌肉满满哎，满满的肌肉哎，我还占领了你的善良。
谢大黑的掌声鼓励，谢大黑掌声鼓励。嗯，换一首歌。你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你看不见我的心在说谎。哦，这首老歌。什么让我听见你说？是什么让我？对啊，我的小腿肌还不够厉害吗？大家，这个仙草冰有附一个奶精，噔噔，爱玉之梦游仙草。哎，有红包哎！抢阳光，样子的感觉，和任何有你的线索，挥之不去的寂寞，是不是说有料哦？有料，应该有料吧？我不知道，我看一下。没有，我决定我吃这个，所以我要放弃茶魔的珍珠奶茶。等一下问哥哥要不要喝珍珠奶茶。对，对，哪个谐音梗？什么谐音梗？我没看到。虽然头发哦，爱玉之梦游仙草，爱玉之梦游仙草。你说这个谐音梗吗？我觉得就还蛮有印象的。对。强迫推销没有啊，就是不要浪费，就给哥哥喝。他毕竟在台北也喝不到茶魔，茶魔是只有南部有的呢，对不对？所以我决定要放弃茶魔，现在变回你喜欢你的红头发。对啊，喜欢我吧，喜欢我的红头发。我应该要先染完，然后再去唱这首歌。对，他要付买金球更胖的东西。挥之不去的寂寞，也已经留下的感情，我还执着，我要等它寄生出。问妹妹要不要跟我一起公家好了，感觉有点大碗哎，问一下她要不要跟我一起吃，毕竟有点大碗。可是仙草其实热量很低耶，仙草热量是很低的，大家。让追逐，这个是他的，我点的是他的招牌。对。哎呦，嗯，好甜了，好甜，可是蛮好吃的。嗯，明天我只吃一餐了。我在这里宣布，明天我只吃一餐。对，里面有什么料？仙草，然后粉圆跟地瓜圆跟芋圆。谢谢冰鱼。好大颗，地瓜圆跟芋圆超大颗，明天我只吃一餐了，边下定决心。蛮甜的，说实话，可是还好，因为其实还好，因为有一点冰块还没融化。对，可是仙草热量很低，大家。嗯。现在快要夏天了，哎，这首歌我不会唱啊，好好吃哦，我很喜欢吃仙草，嗯，我喜欢吃仙草奶冻。现在快啊，不是我在讲什么，现在快要夏天了啦，我刚刚说冬天对不对？现在快要夏天了，吃这个，好开心哦，
好满足哦，天哪，人生的幸福不过如此，对不对？其实它最主要是仙草很多，它的粉圆跟芋圆地瓜也比较少一点，对。嗯，爱玉哦，我不知道，我从来我吃这家店从来都没有吃过爱玉，我都吃仙草，我没有特别喜欢吃爱玉，对。大准机会，我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常吃仙草，因为仙草其实蛮健康的吧，而且你们就是仙草单吃会有一些味道，所以你们一定要配，可以配一些饮料这样。不给妹妹喝，妹妹不想喝吧？我猜妹妹应该不喝这个。我妹她珍珠奶茶，她好像她最喜欢的只有五十兰的珍珠奶茶。对，她好像其他家珍珠奶茶她比较没有兴趣。对。仙草是我自己买，不是，仙草也是，是妈妈想吃，所以爸爸顺便买。今天穿林一的圣诞 T， 对啊，再说一次为什么今天穿林一的圣诞 T 好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因为工作撞期的关系，没办法去参加林雨欣，没有办法去主持林雨欣的生日会，所以我在这边要为了表示我对林雨欣的歉意。我要穿他的那个生日 T 支持他一下，对，因为林雨欣之前有问我可不可以啊，对啊，所以就对，没有啦，刚好林雨欣有送我一件他的圣诞 T， 不然我就是没有，也没有这件衣服，对，他没有强迫我啊，他没有强迫我。烧仙草也喜欢吗？冬天就吃烧仙草啊，冬天当然就吃烧仙草。但烧仙草有个坏处，就是烧仙草如果你不赶快吃的话，它就会勾成一坨。对，烧仙草有时间限制。对，我也送他一件，可以啊，我拿到衣服就可以送他，但他应该不会穿，他应该没什么机会穿。谢谢 Steven 的枫叶。我闻到那很痛的眼泪。谢谢 Steven 的情人节会员票。Hello 志伟，谢谢情人节会员票。对，搞不好他会穿。我觉得这个颜色他感觉不太会穿诶，他好像没有这个颜色的印象。对，没有他有这种颜色的衣服的印象。对，嗯，搞不好他某一天想不到要穿什么衣服的时候，他就会穿这件衣服了。像我有时候就是很懒惰，我就很懒惰。哎，我自己可以拿到多少件？我还没问我还不知道我自己可以拿到多少件。对，就是像我有时候就很懒惰，然后我就。有时候不是衣服刚洗完就会放在那个比较上面的地方，我其实就也不会多想，我就随便拿最上面那一件。谢谢 Himeji 的行李箱，谢谢 Himeji 的行李箱，随便拿一件穿这样子。去年拿了多少件？我去年拿多少件啊？我有点忘记了，这个有点记不起来了。嗯。谢谢罐头的啾啾娘，谢谢罐头的啾啾娘。我忘记了，这好难记，我都记不起来。晚安，大黑。BF 不要决定了吗？哈，跟大家说，还没决定。好难哦，真的很难呢。我觉得大家提议也有一些还蛮不错，可是。终究还是有许许多多的考量，就是你知道，大人的世界是很复杂的，
就是你知道，对，但是还没想到。对，签名面我真的是会大量那个，而且我问了那个斯大福姐姐说，要签 AKB48 TP 吗？她就说要哦这样子，所以今年呢，我就会签 AKB48 TP， 大家今年收到了就会有 AKB48 TP。签几张？还不知道哎，要等到最后那个付款时间截止之后才会知道，所以那个大家要记得付钱，大家要记得付钱，要付就是付款时间截止，没问就可以装死啊！我太诚实了，我真的太笨了，我怎么那么笨呢？我怎么会问呢？真是的，大家要赶快付钱，然后才会知道。对，因为有些人还没有付款，要等到全部付完款之后呢，才会知道最后就是卖了几件。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赶快就是付钱，然后我就可以开始签了，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好好的签。对，买笔对不对？要，好像要去买笔哦，不然我会山穷水尽。对，感觉来看我直播的人好像应该还没付钱，应该你要记得付钱哦，应该要赶快付钱哦，要在付款期限内付钱哦。哎，什么签Sunny，我最近都签诗雅，好不好？是你们如果会觉得我签的不是诗雅，我只能说是你们没有认真看。对，谢谢家居，我只能说是你们没有认真，你们要认真看好吗？认真找 H 在哪里好吗？稍微认真一点好吗？大家，我请我哥付了，谢谢修泽的哥哥。这是达标什么福利吗？达标什么福利哦？不知道，我当初也没讲，好像也不知道要设什么福利哎。就演唱会的继续加油，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怎么看不到？就是嘶牙没福利，我要退，现在应该没办法退货了吧？原来没寄品文，对啊，我当初也没有说寄品文，对，嗯。谢谢 Derek 的掌声鼓励，字写在后面吗？其实我是主要是想这样吧，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会画画的人，所以我签在前面的话，我其实就是有点不知道要怎么下手，对，然后也很怕毁了它，对，前面就靠我的美貌镇住前面啊，背面就写字给大家这样。Hello 李真 ，Hello 小海，看着天亮啦。Hello Draken，Hello Maggie，Hello 回回。48节瓜挑战，什么时候要48节瓜挑战了？圈外人是诗雅还是三妮还是婷？就是诗雅，真的是 H， 你看林果图片资源。后面有字，对啊，我是比较想要两面有字。看看林果的图片字，哎，林果，你明明就那个就是 H 啊！我跟你说 ，H 的这一撇是 S 的下面，你有看到吗？你们不可以，你们要往前看一格，这个 H 是 S 的下面 ，S 的下半部是 H 的另一边，所以这边两个连起来就是 H。H 跟 S 他们共用了一个笔画，对，你们要看懂我的 H 在哪里，现在来帮你们解惑 ，OK？H 跟 S 共用了一个笔画，你们有看懂了吗？林果再贴一次，对，谢谢，林果再贴一次那个图，就是呢，因为我的 S 跟 H 共用了一个笔画，所以就是。其实 H 是在前面，对，
所以其实是诗雅，不是 Sunny。难怪你们怎么看都是 Sunny， 明明我很久之后，很久之前就已经在注意自己那个 H 的一撇。对啊，你们就是诗雅。哎呀，看不出来的人就是没有爱，情绪勒索。看不出来的人就是没有爱啦，这样子啦，这样子你们懂了吗？那个 H 就是有没有爱，有爱就会看到那个 H， 对对对，懂吗？那你杀你什么杀你 ？H 是大写 ，H 是大写，对 ，H 是大写 ，H 是大写。谢谢瑞龙的 kiss 啾啾，谢谢瑞龙的 kiss 啾啾，情乐大师 ，H 是大写，大写，对 ，H 是大写。你管我，你管我那个想要哪个字母大写小写，哪有差，就可以就行啦，对不对？我想怎么写都行吧，对吧？没人规定吧，对吧？就是小管面前的，他说你突然出现 H 了，很好，一层，你通过考验了，对，的确是 H， 没错，通过考验了，阿 K 啦。有没有？这就是你们对我的，就是我们存在的力量，好不好？这就是我们之间存在的力量。真的要去看才懂，没事没事。谢谢朱莉安特。啊啊啊啊！没事，我跟你说，就是好的东西都要细细品味才可以懂。对，刚下班好累，辛苦了 JC 九九，晚安晚安。仔细看是有 H， 是不是？林果也看到了，谢谢阿 K 二的眼睛夜当中，谢谢烧饼油条，对，那个 H 是大写，大家，谢谢 XTX 的真情告白，原来我们误解了那么久，我们彼此误解了好久，原来大家一直不太懂这个设计，一直到我毕业，一直到我宣布，就是这个签名用了三年多，一直到我宣布毕业之后，我们终于解开了这个互相的疑惑，谢谢冠德的一见倾心，真太好了，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隔阂了，对，我们之间再也没有是什么事情是，对，我们再也没有误会了，对，对，没仔细看就是没爱了，我们之间终于再也没有任何可以阻碍我们的事情了，谢谢阿轩的真情告白，谢谢阿轩的真情告白。是不是吐司吐司，这就是爱的力量，好不好？我很高兴，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我们终于就是互相了解了，对，太开心了，对。任成山你会岩壁吗？山你会岩壁啊，但诗雅没办法岩壁。对，谢谢阿 k i 的爱的烟火，你像个孩子一样。哎，有送红包，我怎么没有拿红包？谢谢福福猫的学渣。谢谢福福猫的学渣，对，毕业前把心结解开，再也没有 Sunny 跟诗雅之间的 Sunny 跟诗雅之间的心结解开。谢谢 Jessie 九九的红包，谢谢 Jessie 九九的红包，都过去了。简讯 AKB 还要继续用这个签名吗？哈，我不知道哎、欸。一方面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哎、欸，要继续用吗？还是不要？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呢？还没想到那么后面的事哎、欸。谢谢洛克的告白气球，谢谢洛克的告白气球，还没想到哎、欸，这个，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换，其实也可以不换，换的话就是说，就是做一个区别嘛，换的感觉是做一个区别这样，啊不换就是也没关系这样，谢谢阿边的真情告白，谢谢阿边，你们刚懂就要换，好像有点道理耶，辉仔。好像有点道理耶，你们才刚搞懂那个签名，然后我就要换这个签名。Hello 海风 ，Hello 微微，没抢到橘组啊，没抢到橘组，没关系，你还有下个月，对，还有下个月，对，肩卧蚕很明显，也有可能是累了，或是黑眼圈加重，对，我觉得换一下比较好，重新出发。再出发，再出发，对啊，就是有一种间隔的感觉吧，是不是？谢谢杨公公的闪光星星，
你拒绝看懂，拒绝看懂 Sunny 与诗雅的误会，这样全都变成伤害。哎，那你们知道？谢谢林果的真情告白。那你们知道那个爱心是那个爱的那一点吗？对，这个签名我设计了多久？我当初设置签名也设计了很久。哎，谢谢 Jessie 九九的甜蜜爱心，谢谢 Jessie 九九的甜蜜爱心。我想我当初也是用了很多种版本，然后最后才选了这个版本。对，你们知道那个爱心是爱的那一点，对。哎，你们都知道这件事，太好了！看来我们隔阂也没有太多。谢谢天竺鼠车车的真情告白，谢谢天竺鼠车车的真情告白。哎，你们有看到我那个，我最近贴文上面有加了一个新的 hashtag， 就是 love and pila， 是我的新的 hashtag。这个都不知道可以离开这个直播间，对，这个都不知道，你就是白来了，白来这个直播间了。你就是白看了，白看了，白浪费时间了。要加中文，哎，有道理。你说这个蛮有道理的，我觉得好像是哎、欸，好像必须要学中文哎、欸。说实话，但是我的名字其实，我的名字其实笔画。没有算很少，对，然后也就很难发挥啊。我本来有想过要签中文，可是呢，我后来想说，因为我签中文笔画很多，其实有一点累，就是没办法签很快。然后后来，所以我后来就选了英文，对，选了诗雅这个英文，也有考虑过米娅笔，但是后来想说。有些人可能比较不懂日文，就是好像签诗雅比较好，对。然后呢，我就很感谢自己最后选了英文，因为如果我选中文的话，我有些签名真的会签到发疯，我真的会签到不小心发疯，你知道吗？对，我签个雅就好吗？可是雅很短哎、欸。对啊。诗雅，没关系，这个可以慢慢设计。对，我中文写到真的会写到疯掉。亚比，米亚比也蛮大。我之前有考虑米亚比啊，但是因为就是，我就是还是主要考量就是我怕有些粉丝其实不，他们不太会日文，就是他们一开始可能也不知道米亚比是谁这样子。对，诗雅也太短了。四雅感觉根本没签到名就结束了，那如果要签四雅，就要好好设计，让它可爱一点这样。对啊，我很少用米娅比这个名字，这个主要是在，跟日本有做沟通的时候才会使用，然后阿贝桑会叫我这个名字，对，但是自从。阿贝桑毕业之后，就比较少人会叫我米亚比了。对，对，他其实主要是算我的日文名字。我的日文名字跟，英文名字吗？对，跟英文名字。对，哎，水压绿，哎，米卡水压绿。Hello the mask， 各自悲哀。先考虑的是签米亚比，就我没有不喜欢米亚比这个名字啊，我是喜欢米亚比的，哎，可是你们打 call 的时候也会用米亚比啊？你们打 call 的时候也会用米亚比，所以还是有米亚比存在的意义，米亚比这个还是有存在的意义。对啊，所以说米亚比还是有它，对啊，你看，那如果你们如果不用米亚比打 call， 你们要用什么打 call？
对啊，用日文比较顺口，就没办法用诗雅打扣，就很奇怪。诗雅，诗雅很难，对啊，诗雅很难喊扣哎。所以说，米亚比存在意义就在这里。OK， 大家 everybody， 米亚比是很有存在意义的。那朱米，对啊，雨林的日文是那朱米，对，所以我觉得米亚比是很不错了，嗯。三个音节的节奏比两个顺，陈思雅用打扣用陈思雅，听起来好像在应援哦，呵呵，好像在球队应援。对，大家已经习惯叫米亚比了。对，对啊，还有我要输米亚比啊，他都忘记我说这个。我要输米亚比，他可以这个日语发音打字棒，感觉要像打拳击打，对啊，就很像在应援呢、欸，很像棒球应援。你为什么说谎？讲到这个球场，就是上个礼拜天啊，就是李姐就约我们去看篮球，然后但因为我不行，我要生日会主持嘛，我就不行。然后后来我就问我妹要不要去，然后我妹就去了。然后后来才发现，哇，位置那么好，那么前面，好想去哦。但工作撞起没办法去，我就跟他们说我妹今天是我。然后我妹就看了一场球赛，然后我问她说那个球赛好看吗？然后她就说很好看哎、欸，然后想说，我妹平常也没在看篮球，都连她都说好看，那应该是蛮好看的。对，因为那个视野超好，平常根本没有那个视，平常根本没办法坐在那个视野看。然后我妹跟我说，那一天好像还蛮刺激的，就是还蛮焦灼的，就是追来追去，比赛追来追去，就很还蛮好看的。对啊，我真的是哦，没关系啊，就是没办法，就是遗憾，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对，但我妹妹就带我去。但李毅本来就有邀请她去，应该是说李毅姐先问我要不要去，然后问我要不要去，完之后她问我说，哎，那你妹要不要去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说，那就我妹去，我只有我妹，只能我妹去这样子，然后我就没办法去，对。你不能说我没有爱过，哦，真的、哦。保证的对战组合，真的、哦、我都不知道哎，因为其实现在的那个篮球的联盟有太多太多了，我都有点搞不清楚那个他们到底有多少，哪一队是哪一个联盟了。现在不是有什么 SBL， 然后什么 P 什么什么的 P 什么啊，然后还有那个 T1 对不对？ T1 对，三个很多哎。我觉得三个联盟很多欸，以前就只有一个 SBL， 现在还有三个联盟，我觉得是蛮多的欸。像你们要怎么 PLG 哦 ？PLG， 对 ，PLG 跟 T1 还有 SBL， 嗯，篮球也有代役，跟我们想看工程圈，因为工作无可奈何，对啊，有点类似的心情。对，我知道祖祖在云豹啊，我知道祖祖，但祖祖那天好像没有跳，对不对？后来祖祖，我以前看台皮，对，我以前是看台皮的，我以前态度那时候很夯的时候，我也会看一下，我也有看，对，我喜欢 Kobe 没错。那祖祖最近有跟我说，等他有跳的时候，问我要不要去看，我说好啊，等你有跳的时候我再去看。对，哎，以前台皮真的，以前台皮杂星那些的。还有什么金门什么的，以前超级这些很强哎、欸，以前有一阵子 SBL 就是一个 SBL 有一阵子发展的很不错，对我都没去，对我是属于一个比较害羞的，我默默支持。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有买态度的那本书，对我有买态度这本书，那时候态度就很夯啊，那时候台皮几连霸的时候啊。那时候还有那个野兽林志杰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那我记得那时候冠军赛门票就是还是会卖光那种，就是超级抢票要抢票去看的那种。对，哎、欸，我也蛮喜欢林志杰的，我觉得他打球还蛮厉害的感觉。对，那时候比较热血，但我那时候也是学生啦，所以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对啊，我现在的学生在想什么，我都不太知道。对，同个年代，我们就是同个年代啊！你们赶快承认吧！你们，哎、欸，不对，是我赶快承认吧！我跟你们是同个年代，我赶快承认吧！我，嗯，其实现在也蛮热血，对，所以我现在发现问题是出在我变了，我不热血了。问题就是我不热血，所以我才觉得现在没那么热血。对，想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对，是我不热血了，篮球是依然热血，但是我变了，是我变了。人家都说什么？人家就常说什么，我之前看，哎、欸，我好像分享过这个论点，就是常常大家都会说什么，哦，以前的歌比较好听，就是以前的年代什么什么。当然不否认有些歌有些东西就是经典，就是经典，这不否认。但是我知道周俊山呐、啊，我知道周俊山，然后我要说什么，那个，大家不都说哦，每个人都说哦，每个人都会说哦，我这个我觉得我那年代的歌最好听。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是因为你变了，你老了，所以你只会觉得那些你以前听的歌好听。对，之前有听过这个论点，以前房子比较便宜，它这个是事实啊。以前房子的确是比较便宜，以前的物价也比较便宜。对，这是非常事实中的事实。对，没办法接受新事物，就是觉得那个自己当时的那个时候的事情，通常25岁对新歌曲接受，哎、欸，真的啊，我就是过25岁之后，对那个，哎、欸，但是我上次那个主持喜欢音乐节啊，对，欸、对他没跟他都没跟还没跟大家聊主持喜欢音乐节的事，就是我主持喜欢音乐节。的时候我就听了很多，就是做功课嘛，听了很多他们的音乐，然后我就发现，哎、欸，他们的音乐，他们听的音乐都很好听，哎，都很对我的胃，就是，然后好听到我就最近突然开始变得，就是可能在化妆的时候会想放音乐来听，就是我很久，我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过很久就是忙的日子嘛，然后就匆匆忙忙就哎赶快起来化妆化妆，就这样。就可能也没有想说要去放个音乐来听。谢谢钟颖的和你一起，谢谢钟颖的和你一起。然后我现在的话就会觉得，哎、欸，想要放点音乐来听，这样子，觉得真的被喜欢音乐，真的有被喜欢音乐影响到、欸，哎，真的是有享受到音乐。谢谢 Dizzy 九九的香槟，谢谢 Dizzy 九九的香槟。我最近听老王的歌啊，老王乐队的歌很好听，然后那个郭志颖的歌也很好听，当然魏佳莹本来就是蛮好听的，对，每个人的都很好听，然后子红老师那些他们都表演了很多经典中经典歌曲，但是像那个 Johnny B Good 就是我原本就蛮喜欢的，因为我之前看回到未来，然后我就蛮喜欢就是他上去弹奏的那一段，所以我对这首歌就很有印象。然后，后来 Coldplay 也有表演过这首歌，所以我就蛮喜欢这首歌的。对，然后那个啊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就是金牌特务里面那个 Take Me Home 那个爆炸那一段，我就很有印象。对，那把我认成睡嘛？我们第一天彩排的时候，因为就是比较。紧就是时间抓的比较紧，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私下聊天到。然后后来第二天就是
正式演出前有在小蕊一次的时候，就是我有问抓到时间，就是有空档时间，我就问他说你记得陈诗媛吗？然后他就有说有，他们昨天他跟他的那个工作人员昨天就在讨论说，我跟石原长得很像什么什么的这件事情，可是他们也没问我，对，所以对，就是这样。志平老师，哎，这讲到志平老师这个，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啊，然后因为我查资料，我习惯会看一下，哎，这个来宾最近的新闻跟他的可能 IG 跟 FB 的贴文，他在干嘛？然后我就看到志平老师最近的 FB 的最后一则贴文是停留在那个。他就说不知道那个金牌特务什么三会不会回归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想到，哎，所以志平老师才选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吗？因为志平老师真的跟他长得很像，对，志平老师是真的跟他长得很像。然后我就一直很想问志平老师说，你志平老师为什么想选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这首歌？是在就是。是朱老千的贴文，对，梅林，他长得超像梅林的，他去好像他比较少更新，所以这个贴文其实就在很上面的地方，对，有点失礼，没有，所以我有点不敢问，你知道吗？可是我看到那篇文章之后，我就想说，哎，其实志平老师自己也知道自己就是跟梅林长得蛮像的、啊，对，而且志平老师感觉就是一个还蛮幽默的人，对，我访问有照你的计划进行吗？其实有哎、欸，我觉得访问其实蛮顺着我的计划走的、啊，对，我觉得还行。谢谢伟哥的浪漫玫瑰，谢谢伟哥的浪漫玫瑰。对，但是我因为志平老师挑的歌曲都是偏乡村，就是 country 的那种风格。其实大概听的话，其实听得出他们的选歌，像是荒山亮老师都是蓝调的部分嘛。然后志平老师就是比较就是乡村音乐的感觉，所以可以感受出老师可能喜欢乡村风的音乐，对，对，他是走冷幽默路线，就是那种冷笑话风格。私下问哪敢呢？我不敢，不要，我真的不敢。选发型最佳什么？颜色跟颜色好颜色。脖子有很酸吗？没有。比起脖子酸，我那时候真的很担心，我想说导播到底要怎么 take， 因为。我看到后方的荧幕，就是小迪跟他，就是导播曲。小迪在问老师的时候，然后小迪在问老师问题，然后导播切那个小迪跟老师的镜头的时候，其实是完全没有我的脸，就是完全看不到我，完全任何我一点都没有出现。然后我想说，哇，导播这个也太难切了吧，这个好像很为难导播。然后后来我就看到导播是退了异常后退，比平常后退很多，有没有？比平常后退超多，终于切到全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啊很有趣，超有趣的。而且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志平老师长那么高，真的就像我开头说的那样，就是因为平常真的看到志平老师都是坐着的，就是音乐评审、音乐节目的评审，然后他都是坐着，他不会站起来。然后所以你就想说，啊，志平老师就是这样子嘛。然后结果你看到他站起来的，哇、哦，来了，你之后你才发现，哦，你要这样抬头看他，才发现哦，原来志平老师这么高。你们那时候应该。也有吓到吧，像我是有惊讶到，对，我觉得很酷啊，就是很难得的经验。那我觉得主持喜欢音乐节其实就是他算是我第一个比较这么正规的主持活动。对，我知道志平老师是客家人，苗栗的客家人，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就是真的是非常好的经验，对我来说非常好的经验，从头到尾一直抬头，真的音真的很高啊，呵呵，真的是很高，对，嗯，喊切喊我怎么敢跟他喊切，他是志平老师耶 ，Hello。我跟他很切，我真的是死，我就是早死。谢谢阿基拉的石头，谢谢阿基拉的石头。晚安，酷妹，晚安，酷妹。你比平常还娇小，不是？那是因为志平老师在我旁边，对，那是因为志平老师在我旁边。而且我那天明明就已经穿高跟鞋，你知道吗？就是已经很高了，志平老师更高，对，超高。
100块去看这种音乐节，但你们应该是觉得蛮好看的吧？我觉得他音乐是还是蛮不错的。对，谢谢杨公公的你最闪亮，但我不知道平常，我不知道平常的这种活动大概是长怎样啊？但是因为我是也是没有什么参加这种音乐节的经验，对。但我自己在听彩排的时候，我是觉得他们每个人都蛮厉害的，他们每个人其实那个技术都很棒，然后唱歌也蛮好听的，就是我在现场听觉得就是真的是蛮享受的。对，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抱得我都走。对啊，老王，老王也是非常厉害。对，你们就知道，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娇小，你就对比出来你就知道了。有卢布的海蛮君啊，对，芝芝把它改编成另一种版本的。哪一种乐风格我最喜欢？还很难选呢。嗯，很难选呢，因为其实不太一样的感觉。那个英文跟中文歌对我来说的感觉也不太一样。对 ，Hello 杨过，但是，对啊。英文歌跟中文歌，如果说中文的话，我是蛮喜欢老王的歌的风格，而且我觉得因为老王的歌有大提琴嘛，然后我听那个大提琴，我会觉得哎，很特别。像那哪首歌是安九吗？安九里面有一段是那个有大提琴的表演的，就是主要 solo 大提琴，然后我就觉得哎，大提琴加在乐队里面，我就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然后加上老王乐队的歌，就是。像我说的嘛，就是比较是那种感觉，但是英文歌又是另一种世界。英文歌我就很喜欢像 Johnny B. Goode 那种，还有就比较可能摇滚一点吧。对，蓝调我是没有到，因为我觉得蓝调是蛮难的音乐风格。蓝调的音乐风格我自己觉得蛮难，就是有一点那种，因为我有研究蓝调嘛，蓝调是。黑人音乐开始的嘛，然后蓝调感觉其实是要有很有音乐天赋的那种感觉才可以抓到蓝调的感觉，那我就蓝调比较难一点。对，谢谢大剑的枫叶。对，我觉得应该很厉害，但我们真的完全看不懂，我们只是觉得哇塞好厉害啊，天哪，但是我们还看不太懂那个 mega， 就是我当然觉得很厉害，我在现场听就是觉得很沸腾，对。但是到底究竟这样子是多难弹的一件事，多难做到的事情，其实我们是没办法去体会，可能要本身有在弹电吉他的才会能够去体会说哇，这个真的是多强这样子，对。那我们自己，我只是自己是觉得，就是真的是。很沸腾的感觉，对，就是很沸腾，心里的那种，就是你们知道现场听，其实音乐是很大声的，然后就是会有一种共鸣吗？还是震动吗？就是你会觉得这个身体会产生一种震动。那像我在听那吉，就当然每首歌我都有这种感觉，然后当我在听吉他的时候，我的感觉是那种好像吉他弦就是。我能感受到那个吉他拨弦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哎、欸，而且像有一首歌是那个 Highway Star 是不是还什么的，有点忘记名字了，就是他好像在，就是我觉得他的感觉真的让你有一种在 Highway 的感觉，我不知道、欸、就是很难去形容哎、欸，而且对就会让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会让大家喜欢上音乐。我这算是蛮，我觉得我算是蛮开眼界的吧。对 ，Hello G， 因为其实我在音乐也我对音乐也不是非常厉害跟了解，但是因为这一次的机会，我是真的看到很多很厉害的人，对，很厉害，对，让人深入其境，真的有那种感觉，超级深入其境。对，应该说，而且对现场的 live band 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就觉得哦 ，Life Band 真的是很厉害。弹电吉他男生很帅吗？我不知道哎。你是问我会觉得很帅吗？我觉得帅不帅，我不知道，那是一个氛围吧。对啊，沉浸在那个音乐的氛围里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在做自己很投入自己擅长的事，投入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其实都是看起来都是很帅气，很闪闪发亮的。对 ，Hello 塔瓦哥 ，Hello 威廉，对。吉他老师的头发好亮，你说力 Q 老师吗？力 Q 老师真的是发型超厉害。对，有需要主持什么妹妹嘎嘎吗？其实我觉得不算，我觉得主持妹妹嘎嘎其实不是，应该是说我大概都知道主持的一些流程那些，但是我因为其实说实话，我是第一次比较有这种完整的经验，那。也是第一次，就是完全是主持人的角度，然后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经验吧，就是在各种时间掌握。其实我们这个主持最难的就是时间的掌握，因为 band 在上面 setting 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是他可能换了一个手势，他就会告诉你说，譬如说他会比这个就是要我要继续拉长，我要继续聊，或者是现在要结束了，差不多要收尾了，我要就要想尽办法 Q 结束，然后 Q 过去现场，就是不太一样吧，他就是比较跟那个 setting 有关系这样子。然后还是等的时候，我当天紧张吗？其实我当天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差不多掌握，就是差不多就是蛮清楚整个流程那些的。然后加上因为前一天已经跟那个彩排，就是前一天有彩排过嘛，所以跟各个老师们其实已经变得比较熟悉了。因为一开始第一次肯定超紧张，因为说实话，我觉得这次的那个每一个表演者那个辈分都很高哎，那个他们的级别是高出很多很多的级别，就是老师级，很多老师级的。当然，这个小魏跟那个芝芝他们也都是现在非常厉害的歌手。然后就觉得，而且加上我们又不熟，没有什么认识，唯一熟的只有子红老师。最轻松的就是子红老师那一趴，因为子红老师在，跟子红老师很熟了嘛。啊，其他就是完全不认识的人，对，当然会怕说这话，也会怕就是可能不小心得罪到别人的点，因为每个人一定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点嘛，对，然后所以就会比我紧张很多，对，是没错啦，我算是已经比较不紧张了，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大概就是这样，我大概知道，但是紧张的可能是那个紧张可能是会怕不熟带来的尴尬吧，因为其实不熟就会比较不知道要怎么去，不知道那个尺度到哪吧，对啊，对，所以，对啊，就当时第一次彩排比较紧张，然后后面正式的时候，我觉得有比较稍微不紧张，因为就是有比较熟悉了一点，对。极高声感谢小迪有被救到，什么意思？小迪有被救到，他找我们来的。不会啊，子红老师一直跟我们说放轻松啊，就享受音乐。对，子红老师一直说放轻松，享受音乐，是这样鼓励我们。这样，谢谢信伟的幸运现场。一个人的失眠。主持力有评分吗？子红老师有说啊，就是子红老师说，因为就是子红老师有说，就是他的那个其他来宾、其他歌手都说，怎么我们三个，就是他说，他说什么？有点忘记了。就是他有说，就是就是很会讲话，就是我们很会讲话、啊，这样什么什么的。对，子红老师还是应该算是。
OK 啦，我觉得我们表现应该算，我自己是觉得有及格，对不对？有及格，有及格，对。Just enjoy the show， 对啊，就喜欢音乐嘛，享受音乐，对。看人的空间，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谢谢 Ricky 的掌声鼓励，谢谢 Ricky 的掌声鼓励。满地的心碎，谢谢保罗的掌声鼓励。而且我觉得说实在话，其实这个活动的主要的叫什么？主要的重点呢，还是在音乐上面。说实话，其实我们主持也就是听听歌手们讲讲话，然后还有就是换场的 setting 时间这样。但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倒是就是画龙点睛啦。反正就是最重要的还是在回归在音乐上面。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主要是音乐。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这样就好。谢谢玉的行李箱，谢谢红衣的掌声鼓励，谢谢红衣的掌声鼓励，谢谢益生菌掌声鼓励。对啊，我们要衬托他们，没错没错。主持薪水高吗？我不知道哎。谢谢廷瑞的爱的烟火，谢谢天主持车的掌声鼓励。对对啊，让他们能够说出一些话，给大家看看他们不同的一面。对，谢谢土司的掌声鼓励，谢谢米酒的掌声鼓励。Hello 荣，谢谢 Jessie 九九的你最闪亮，谢谢玉的掌声鼓励，谢谢幻影战士浪的心，谢谢踪影的掌声鼓励。听音乐手挥手灯会被 Q 到，可能他们觉得很特别。谢谢微雨的粉红泡泡，他们可能觉得怎么那么特别，还有带荧光棒来。谢谢飞着雪山熊猫，谢谢小馆面前的爱的烟火，谢谢瑞的浪，哇，谢谢医生君的，哇，梦幻幻烟火，我刚刚还想说，叠字这么可爱，梦幻幻烟火，但那应该是那个定做礼物，对不对？幻幻的，没报到，有啦，有报到一下下。谢谢 Jessie 九九的梦幻泡泡，入怀彼此，我还没吃完哎，吃好久。谢谢冠德的真情告白，这没结束到，现在送你开心，你把那个熊披上来。OK， 把那个熊披上来。对，没有啦，他应该不吃吧？还是我剩下给他吃，还有一半。会唱喜欢我吧？我会唱喜欢我吧吗？因为主要那个 key 有点不错。谢谢红影的梦幻烟火，谢谢红影的梦幻烟火，谢谢红影的梦幻烟火，谢谢红影。响应关灯。再次响应关灯，对，响应关灯活动。Hello， 谢谢甜蜜爱心，谢谢 Ricky 的甜蜜爱心，谢谢 Ricky 的甜蜜爱心，谢谢杨明可庄的你最闪亮。Hello， 北极熊。有没有歌词啊？对，环保直播台，很配合宣传。对啊，我们刚刚就有说玉，我们刚刚就有说，因为我们有关灯日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直播台从开播以来就一直在响应这个节能减碳。可它很低耶，有点难唱。对，你喜欢我吧，喜欢我的样子吧，你喜欢我吧，喜欢我的红头发，你喜欢我吧，我有坚强和善良，桌上有100块不会偷走它，我深爱着你其实你不知道啊，我
深爱着你，也从来没对你讲，多希望能和你牵手看看夕阳。你知道有我在，其实真的还不错吧。对，小薇那天也有自己带自己的 band， 对，所以那个他的换场时间比较久一点，对。啊！滴出来了！滴出来了！哎，但桌上有100块，我可能会想偷走，没有啦。没有，不会，我会还给你，我会问是谁的，我会问是谁的，对。逐渐斑驳的砖墙，你喜欢我吧，喜欢我的样子吧，你喜欢我吧，喜欢我的红头发，你喜欢我吧，我有坚强和善良。桌上有100块，不会偷走它。我深爱着你，其实你不知道啊。我深爱着你，也从来没对你讲。多希望能和你牵手看看夕阳，让你知道有我在，其实真的还不错吧。谢谢钟颖的真情告白，谢谢钟颖的真情告白。谢谢 Derek 的麦克风，谢谢 Jesse 哥哥的 Mika 早亮点，谢谢 Jesse 的 Mika 早亮点，谢谢果冻九号的爱心小蛋糕，谢谢果冻九号的爱心小蛋糕。我也不会偷走它。你喜欢，其实你。谢谢小港面线的麦克风。我不会偷走风水的零钱啦。我跟你说，感觉偷那个零钱，感觉会走厄运呢。我才不会做这种事情，好不好？我才不会破坏风水，我感觉会走衰运。谢谢天主主车车的告白气球，谢谢天主车的告白气球。哎，下一首要播什么？下一首要播什么？下一首要播什么？谢谢廷瑞的掌声鼓励，谢谢廷瑞的掌声鼓励。谢谢冠德的掌声鼓励。哦，老王哦，老王就那几首啊，我听的就那几首啊。但老王其实还有很多歌都蛮好听的，但我主要觉得老王啊，可是老王的歌我就不能唱。对啊，老王的歌我不能唱啊，听这个。喜欢这个这首歌的节奏，苦我三连哦，他可以打空是不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我觉得立场的唱那个风格咬字真的很特别，对，很特别。就是如果你没看到他们本人，你可能会想说，哎，搞不好是一个我啦，我会想说可能是一个大叔这样子，或是有一些人生历练了。但没想到立场还很年轻，对。Hello， 哲伟。
最喜欢谁的吉他啊？吉他我真的是，我最喜欢吉他我，因为我其实没有到很能听得出个什么，我真的就是，我就是觉得很厉害。对，你要我，因为我还没到那么厉害，我的耳朵还没到那么厉害。对。哦，挑喜欢的颜色，我只能挑喜欢的颜色。我觉得粉红色的电吉他很厉害，那个立伟勇老师的粉红色吉他，对，真的很厉害。哦，对哈，忘记志平老师说，最重要的是颜色，对。忘记志平老师的教诲了，最重要的就是颜色。我蛮其实我觉得立 Q 老师那一把颜色也很特别，对。那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要拿一把电吉他，我当然会选一把蓝绿色的。对啊，我当然会做一把蓝绿色的吉他。我的天啊，蓝绿色吉他看起来好好看啊！蓝绿色的吉他，对。我们的脸上，我以为你要我选音质，我想说。我怎么可能听得出来？我想说我那个音乐的造诣还没有高到那个境界，根本听不出来。我只能说他们超强，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差别，对，还没到那个程度，对对，耳朵还没到那个程度，对啊，这边这一段我很喜欢，对，这一段我很喜欢。你没有听到吗？这段二合一的吧 ，Li Q 老师的那把颜色很好看。对，而且我们后来有聊到，就是 Li Q 老师其实他在那个就是叫什么琴准还是哪里，我不知道就是那边他其实有塞了一个硬币，因为其实有一点点好像有一点点不合还是什么，就是有一点小空隙，然后 Li Q 老师就把一个硬币塞在那。然后就刚刚好，对。琴，我不知道是不是琴枕，就是不对不对，是酸弦的地方，是最后面酸弦的地方，对。但那边就很酷，有一个缝隙，刚好需要去补那个，然后他就拿了一个硬币。但是我们彩排的时候有聊到，就后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没有讲到，对。我觉得很酷哎、欸。很酷，就是这种酷就是很酷啊。老师旋律造型很特别，然后后来我有听到老师说，他最喜欢的颜色是橄榄绿，他很喜欢橄榄绿，所以他那一天就是全身橄榄绿，除了鞋子，鞋子是黑色 Converse。老师跟我一样都非常喜欢 Converse， 有没有？我也是 Converse 迷，就很喜欢穿 Converse， 然后。其他老师其他地方都是橄榄绿，橄榄绿的上衣，橄榄绿的裤子，橄榄绿的吉他，对，直接塞了一块钱。立 Q 老师也是这样子，对，很酷吧？对，反正我就觉得大家就都很可爱，而且大家感觉真的很享受音乐的感觉，对。i13 的新绿色我没看了，我不知道 i13 出了一个新的绿色哎、欸。i13出了一个新的绿色，我还没看我不知道这件事最近的事情吗？我怎么没滑到这个讯息啊？我资讯落后橄榄绿我怎么资讯落后啊？ i13 出新色，可是 我最近没有要换手机啊，我可能等 i14 吧。虽然我手机感觉也是有点宕机，而且最近那个电量都掉得很快，电量掉超快的，还有就是很困扰，你知道吗？每次我没做什么事情，就是电量就掉光光。对。好昨晚的事，难怪我没有滑到，难怪我没有滑到，因为我昨天晚上有点忙。昨天晚上有点稍忙，现在用的是那个 iPhone 12，而且我最近就一直在想，我就最近又发作，就是又想换新的手机壳。就你知道我是一个很有点喜欢换手机壳的人，
然后最近又谢谢吐司吐司的戳戳你，谢谢吐司吐司的戳戳你。我最近又在看新的手机壳，然后就想说，万一我就又买了一个，因为其实我手机壳其实我会用比较贵的话，我就会用比较久。然后我想说，可是如果我又买一个新的手机壳，然后万一我不久之后换手机怎么办？虽然我是这样想啦，可是我觉得其实我应该是。我应该是不会换手机，没有iPhone 12我超少手机壳的，iPhone 12我只有两个，主要两个吧，两个，然后有几个是，像有一个是那个都有那个蜘蛛人的满版蜘蛛人，那是阿贝桑送的，可是那个除了去看蜘蛛人的时候可以用，哦对对对，我还最近买解锁，可是那个是比较那个是便宜的那一种，就是有分就是。有分就是比较贵的我就要用很久啊，比较便宜的就喜欢那个花样，我就是可能会比较快的换，对啊啊，就是比较贵我就是会希望自己可以用久一点，对，都会戴扣子啊，没有我不一定，我要看工作跟需要，有时候我会戴，需要的时候会放会就是会比较会会让自己变得更方便，我就会带那个有袋子的那个。对，我是 iPhone 12，对啊，我是 iPhone 12。有什么喜欢的样式吗？没有，最近还在看。因为我 Image 哦，我最近看那个 Apple 的官方店 ，Apple 的官方店有出一个蛮可爱的那个蓝绿色的，然后我就在想说，可是它没有花样，我会不会后悔买它？对，因为它也是蛮贵的。也买很贵的手机壳，就是要一直用下去。对，谢谢果果的缘分相遇。算了啦，我今天只是先想一下。谢谢果果送我 Mika 早亮点，我先讲一下而已啦。应该也不会买，我还要在那个，你下个月有消费券？对，下个月香港有消费券。对，讲到消费券，我的五倍券好像还没花完呢。我的五倍券是不是还没花完？有什么喜欢的颜色？我喜欢蓝绿色啊，我喜欢蓝绿色 ，Tiffany 蓝、土耳其蓝、薄荷绿。对，我还会在异想天开，我会啊，我还会在异想天开。对，对，我还没花完呢，我还想一下要花什么，我还想一下要干嘛还没花完一直在想说我要好好的妥善利用妥善规划，然后反而会一直没有花下去了。对啊，怎么会呢？怎么会这样呢？快过期了那我最近要想一下我最近要干嘛我最近在我还是我去跟我爸换现金他说我跟你换一下，对，怎么可能换13，我一向就是谢谢阿翔，我一向都是跳两个，对，就是不跳两个，就是12就要十换12就要换14，对，我基本上是都跳两个，对。名牌包包不受理，真的吗？名牌包不受理啊？5000块也买不起什么名牌包包啊？对啊，2年一换，对对对，2年一换，名牌包5000块也买不下什么东西。我看一下预付，有这个环节吗？不是换最贵的啊，就是我就是觉得要用2年，起码要用到2年，对，起码用到2年之后再换新的手机会比较好一点。我给自己的期限，对，为了你，你不是也是12吗？你是12吗？Hello 新十号，如果印有我的头像手机壳，好，我敢用吗？我会有点害羞，我看是我很清晰的我吗？还是那种就是画出来的我，就是那种很看不出来是谁的，我会比较敢用。如果很明显是我的话，我会有点害羞。谢谢新十号的缘分相遇，我会害羞。香港很棒，就很多消费券，但是香港的那个。疫情也是蛮严重，大家要香港的朋友们要那个注意安全，小心身体健康。对，
画图感觉就是画那种，如果是画那种很漂亮的图，很有风格的图，那就可以啊。可是如果是我本人真的出现在上面，我可能会有一点害怕，对，我可能会有点不敢用，毕竟你看啊，就是我滑个手机，然后我这样拿着，然后你看这个人，就是他的手机壳上面，既然是本人，你不觉得啊，这个人感觉应该很，就会想说，这个人感觉应该很自恋，有没有很自恋？买 iPad， 5000块买不起，付不完 iPad 啊，5000块付不完 iPad。5000块只能付一半，还有另一半的钱的问题。谢谢星子三号的缘分相遇。iPad 哦，可是我后来评估一下，就是没有想过要估你什么。其实我倒没有想过，因为我没有想过做手机壳，因为我也不知道做什么图案。那我想说的是，比较喜欢的手机壳是属于那种什么拼贴啊、贴纸风、涂鸦风那种。或是可爱风、搞怪风，对啊，啊对后现在都戴口罩，拿去考驾照，对我还没考驾照哎，我要考驾照，对 ，iPad 没那么便宜 ，iPad 不是最就是 ，iPad 不是买那个最叫什么记忆最低记忆容量最低的64的什么的64。买耳机，可是我现在有无线耳机，对 ，iPad 13000哦，啊不够用，64不够用，就要删掉啊，要定期清理垃圾桶，因为钱只够买那个64的，其他记忆体的不够，好、啊，已经不能买了，但没关系，还可以拿来买别的后影。64超级不够，好吧。我本来想说省钱买64，对。但我买 iPad 也不知道干嘛，所以我就一直没买，对。只是一直有点想买而已。人都是有欲望，对。64很快就用完，一直是在会抓狂。对不起，我打了哈欠，太想睡，突然间想打哈欠，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对，画图啊，还有练心天，那我以后画图的机会也是蛮少的吧？对，突然间那个，是不是你们有人打哈欠？还是我刚吃饱，我刚好吃饱了就开始有一点想睡觉这样。突然忍不住自己想打哈欠，对，关灯一小时，我们现在在进行关灯一小时，然后有可能耶，这首歌很适合睡觉耶，但我觉得有点想睡觉，毕竟我也是今天凌晨5点起床的人。我喝咖啡吗？我喝焦糖玛奇朵跟加糖的拿铁，对，基本上是吃饱反应变慢，我跟你说，人真的吃饱反应会变慢，所以其实我工作的时候不太会吃饱，就我工作的时候都只会吃一半，就是我不会让自己全饱，因为饱了就会想睡觉，然后有一点就是昏昏沉沉的感觉，我不喜欢这种感觉。然后，所以其实如果我工作一多，我真的蛮容易瘦，就是因为我就是会一直。没吃什么东西，可是我自己没有那个感觉，就是哦我很饿这样子，我自己不会意识到这件事，对，搞不好也不会七分，我搞不好喝个我对我会喝饮料，补充糖分就喝饮料，然后主要都吃个5分饱6分饱，对，这个直播对我来说是跟大家聊天的时光啊，对，没有人吃饱去工作，但有时候就是会。那个放饭时间，因为你的工作不一定嘛，有时候就是可能一定要先吃饱，一定要先吃饱，然后才会工作嘛，就是没办法选，所以我就也没有办法，就是吃的，我就是不会全吃完，对，我不会全吃完，对，我当然会比较希望，就是
工作完之后再吃东西，就在享受幸福的一餐，享受心情工作完之后的那一餐。对，没有想买的 IKEA 柜子，我要先衡量一下我家那个放不放得下。对，他们表演通常吃三分饱，嗯，我也差不多，我可能大概五分饱之类的。对，五分饱，吃饱之后真的会变得比较笨，我真的觉得像我现在就蛮笨的，迟钝。你都边吃边做事，那你很厉害。对，不吃又不行。我跟你说，有一次还是什么的吧，我们那次好像是公演的彩排，然后我就什么都没吃，我就去了，因为我就觉得时间还没到，我就不想吃，我什么都没吃我就去。然后开始彩排之后，哇，我跳前四首，我整个人就是很晕，很不舒服，就是有点想要反胃的感觉，然后整个人就是快晕，有点晕，跳一跳已经觉得有点晕了。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真的以后就是后来从此之后，我彩排前就一定会至少买一杯饮料，对，先买一个饮料，对，我一定要至少买饮料，因为至少就是要让自己补充一下糖分，对。因为我那一天就是刚好时间很早，比较早，我就是完全就是没有吃东西，我真的是完全就是睡觉醒来就是空腹就过去了。然后当天为什么不吃？因为那个彩排时间就比较早嘛。然后我就想说我要睡饱一点，我就睡起来之后化完妆就直接过去了，就什么都没有准备这样。然后结果跳完之后才发现大事不妙啊，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很晕，从此之后就一定会买一杯饮料，这是学到的经验。谢谢伊犁的星辰，因为其实饮料有时候真的就是先补充那个糖分，至少你不会晕，对，至少你不会晕倒，对。哎，怎么宕机了？跳舞很耗热量，跳舞没有之后没有立刻吃，哎，我就去喝点水，然后稍微调试一下，平复一下。然后就比较好之后就还好，因为其实就缓和一下，适应一下。对，谢谢 IKEA 的掌声鼓励。但其实还是会有一种蛮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一直空腹的感觉。对，不要乱搞身体。对，老了。对，但是其实我很少吃珍珠的饮料，今天真的是例外。我今天真的是例外，因为我是很久没咬珍珠，我就想试试看珍珠，不然我真的很久不吃珍珠了，我不喜欢嚼珍珠。哎，11点了，什么还没念榜？赶快念榜一下 ，Hello 阿比，赶快念榜，先转小声一点 ，Hello 阿比，对，先等布谷打完。国龙20年没换电话，今天有接到吗 ？Hello， 惠仔，谢谢惠仔的爆竹。味美灯心魔还在舔，对啊，就是会有那种会有想反胃的感觉，就是会有那种反刍吗？反刍感，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奉劝大家不要，好不好？就是早餐还是蛮重要的。谢谢 Jessie99 的真情告白，谢谢 Jessie99 的真情告白。好，我先那个念排行榜，念一下排行榜。这首歌真的是很适合睡觉前听耶。第20名是圆滚滚，19名是夫妇猫，18名是果冻九号，17名是。朱里恩，16名是阿轩，15名是天竺鼠车车，14名是洛克，13名是益生菌，12名是中影，11名是吐司，第10名是勇哥，第9名是 Ricky， 第8名是 Derek， 第7名是小馆面线人。等等，我先播一下下一首歌，对不起大家，我念到第7名，对不对？对，第6名是 Jessie99， 第5名是。冠德，第4名是 Sam， 第3名是家居，谢谢家居。第2名是吉米中，谢谢吉米中。第1名是 Hoi， 谢谢 Hoi，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直播，谢谢购买圣诞T的大家，期待大家记得去付钱啊、哦。
付钱之后才会知道我们有没有达标。对对对，下周直播也是一天吗？下周直播我看一下啊。因为我的相信，对，下周直播，但下周有浪梦成真，勉强可以算两天。那下周哦，下周也是颇忙的。下周直播现在目前是18号，对，下周直播时间目前是18号晚上。谢谢 Derek 的真情告白，但是对，下周对有一些行程，对啊，对，还未开始签，还未开始啊，因为现在还没办法，现在还没办法算有几件，因为还有人的那个付款期限还没到，就是所以大家要记得付钱。下礼拜要加油，好，谢谢 Oco，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眼睛里面收起感动，给以后怀念。谢谢谢谢默默的浪漫玫瑰，谢谢吉文，谢谢谢谢最近只有付钱，很棒，赞赞。双只是我的心意，洒满天际，代替魔法小卡已刷，谢谢二一大叔的魔法小卡，谢谢小梁，祝莲拜拜，冠德晚安 ，Ricky 晚安，子谦听 TV 先，对啊，可以先把那些签完，土豆拜拜，谢谢小广面线，拜拜。对啊，我今天也是想分很多天完成，主要是因为如果我想要在一天内完成，基本上其实会有点不可能，然后我还想要就是保证那个质量，希望就是。可以好好愉悦的签完啦，对对对，还要发业配 ，OK， 三月业配，好，谢谢念哦，谢谢福猫晚安，金明洲晚安，风亮晚安，一等晚安，海豚晚安，七七八八晚安，微微拜拜，俊颖晚安，上岸晚安，刘海有动，对啊，我刚刚讲说我刘海怎么有动 ，Hello Oco 晚安，樱桃猫晚安，乌云晚安，永哥晚安 ，Derek 晚安，七七九九晚安，永哥晚安 ，Mika 晚安，伟成晚安，奇伟晚安，帅晚安，阿顺晚安，应该晚安，辉宇晚安 ，Gek 晚安，林阳晚安。风仔晚安，天天拜拜，秘书晚安，有个晚安，金子周晚安，佳伟晚安，图书晚安，林阳晚安，阿轩晚安，丁宝晚安，小亮晚安，克里斯晚安，任晚安，明哲晚安，安德路晚安，微微晚安，安晚安，四号晚安，玉晚安，西面吉晚安，星河晚安，这些就是晚安。什么什么生日礼物？有没有什么生日礼物想收到？哦，这是一个好问题耶！生日还有一个多月，现在开始想好不好？现在开始想，我下半身是什么吗？我下半身就是配了一个裙子，我配了一个裙子。对，晚安心宁，晚安林阳，晚安 Oco， 晚安超级有钱人，晚安 Steven， 晚安一大叔，晚安保罗，晚安微微，晚安青雨，晚安我行，晚安修泽，天里天天心里面瑞，晚安 Oco， 晚安加蛋，晚安飞仔，晚安谢谢阳光红的红玫瑰，谢谢洛克真情告白。小广面线晚安，飞镖晚安，苹果猫晚安，小叶晚安，天竺鼠车车晚安，阿边晚安 ，Ricky 晚安，后影晚安，谢谢后影的史瑞克，竹瑞克，综艺晚安，默默晚安，林文晚安，林阳拜拜，北元晚安 ，Steven 晚安，谢谢吐司的真情告白，后影大师晚安，洛克晚安，谢谢吐司，谢谢后影大师，小易晚安，阿翔拜拜 ，T 恤阿翔拜拜，家驹晚安，林阳拜拜。谢谢一生剧 Mario， 沙鲁晚安， Akira 晚安，七号卫星晚安，伊里拜拜。我喜欢你。恶作剧，你生日我要自己送人好。谢谢瑞价值连城的生日礼物，苹果猫晚安，小梁晚安，盛汉晚安，婷瑞拜拜，一看晚安，我要思密亚比。最近都点睡觉，你说最近都几点睡觉吗？昨天2点。对，昨天偏晚。对 ，Oco 晚安，谢谢大家喜欢我，谢谢大家。我找不到更好的原因。博成三月20号生日哎，那18号再祝你生日快乐。OK，Love、okay、and Pila， 谢谢羚羊，晚安晚安晚安 Oco， 谢谢苹果猫，晚安大家。走是晚安，也不一定。白羊前有先吃早餐吗？有，我们有爬起来吃饭店的早餐，厉害吧？
厉害吧？我们还是有火速吃了饭店的早餐。对，晚安，大家晚安。大家拜拜，晚安。双鱼晚安，投资组晚安，天主现在天主持者的掌声鼓励。拜拜，最后一包哦，有红包哦，可以啊。等发完，啊，什么时候会发完？最后一包 ，OK， 可以哦，可以哦，拜拜，谢谢哈姐桑，我要吃米亚比。第三句晚安，微雨晚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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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钟 ，one minute later， 柠檬拜拜，建成拜拜，再拜一次可以啊 ，OK 拜拜，土豆子拜拜，建成拜拜，伊米拜拜，灰仔拜拜，阿 K 拜拜。我找不到更好的原因，一切的轻易，咦，我抱歉不能说明。拜拜 ，Richard Jackson， 七七八八晚安。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谢谢阿 K 的梦幻泡泡，谢谢天主使车车的红包，谢谢天主使车车的红包，谢谢玉的梦幻泡泡。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错觉。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其实爱情的勇气都是你给的错觉，你给的错觉。拜拜，大家拜拜，早点睡觉哦，拜拜。